的貂蝉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好兄弟出辅助装，那这把不就等腰三角后拉前推，一手阵法打他们这嗷嗷叫，一般选了貂蝉还是比较好打的，好吧？虽然貂蝉有被削弱过，但问题应该也不大，就是不能减速了而已嘛，小问题。就减速被砍了，砍了一刀就粘不住人了。他原来跳这个关羽，关羽都挺难受的，但跳这个关羽，关羽没什么感觉，好吧？前面没什么好说的，好好刷等级就行了。因为你前面伤害真的太低了，每次我这个貂蝉只要一上头，我想耗别人或者想打架，就容易出事，你知道吧？你前面好好补兵，好好补兵，等这个圣杯该有的装备有了再打架，就没什么毛病，兄弟们。好，河道之灵是被他们抢了，没办法。你这猴子哥，你这打野的这个速度，你怕是那个铭文都没带对吧，大哥？怎么刷到现在还没动静啊？老哥，你要不要？他不要。我还是比较惊讶的，好吧？他的铭文肯定是有一点问题的吧？这啥？我怎么直接过来走过来把他吃了呀？点他一下，有红 buff 连着拉扯二技能再死，有大招了。但我现在没有蓝，我们赶紧把圣杯给做了。好，这边他是直接去锤这个主宰了，好事情。然后我现在有大了，但我现在这个蓝量是不足以把他击杀的，好吧？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上路，那这个位置我半管蓝，跳大招啊，我再跳，再 A， 再一，再 A， 再一手二技能，应该是能抬走。买个装备，这里刚好还可以接一下这个，接一下这个暴君。但我这个好兄弟跑过去打鸟了，我真的是有点尴尬，好吧？他打鸟去了，那我们直接把暴君给拿了吧，那边管不了了，直接再去回中路。我看能不能把我的好兄弟的这个蓝 buff 给拿了，不知道他这个意见会不会很大。算了，我这三分之一的蓝，我也不敢动蓝一下，因为我这个把我蓝跳空了都不一定这个蓝 buff 能倒，所以想了想还是放弃了。你现在两个人的开头，你基本上这把就已经锁定胜局了，好不好？装备跟原来还是一样的，装备就是什么圣杯一座呀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十字元一杯啊，帽子大叔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这把的话，你要考虑，因为这个分段不是很高，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做梦魇之牙，好吧？因为他们可能梦魇之牙都不会做，但对面那个扁鹊还是比较能奶的。然后这个位置我碰到他，我不好杀。然后猪八戒过去反蓝，然后弹跳 A 可以拆一下，一发普通攻击直接抬走。猪八戒拿到一个人头，以他现在这个状态，一个八级打五级的状况，应该是不可能被杀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过去帮他，哦，他也不需要我过去帮忙。好。他上了，那我们必须跟了呀。好，直接躲一发塔的伤害，是吧？这个二技能给你的无敌时间是比较多的，躲伤害这个东西，它比狄仁杰的二技能要简单多了，是吧？就比如说现在这样，是吧？躲一发，啊，没躲到，哎，我这练的不好呀，我再躲一下，啊，还是没躲到，兄弟们别躲了啊，再躲自己人家死了，哎，有点奇怪啊，刚刚躲的挺好的，现在躲不到了。啊，一个大招直接是按死了这个瑶妹，我们现在再去把这个十字元做一下。哎，有点奇怪，原来的我不是这样的。啊哈，不对呀，我原来最起码不说十波躲九八九下，躲四五下肯定有50%的概率肯定在的呀。他再往前面走一步，他死了。他丢一技能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，好吧？他这个位置他非常难受，是吧？我们选择一个画等腰三角的这个方法，是吧？是啊，就是不停的在他脸上三角形、三角形、三角形给他画，画着画着他就被画死了，好吧？
你就不能太耿直的往前面不停的二技能，你要侧一点点，那个一技能来回来回都能戳到他，是吧？画三角，三角等腰三角螺旋跳，来注意看啊，看这波这个三角是怎么画。我们选择二技能接大，他一个大走了，是吧？三角三角，是吧？三角三角，一手进化，兄弟们干得漂亮。想起来了，这个诸葛亮的大招进化是躲不掉的，好吧？辣了，嗯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进化有无敌时间，是吧？进化可以躲塔伤，但进化真的躲不了诸葛亮大，好吧？这里我拿我的这个我这个专业的知识告诉你，是一定躲不掉的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敢说这么自信，因为这个是我问王者官方策划他给我的答案，好吧？在这里感谢 Kimi 哥，因为我是凌晨两点钟问的他，他说他去明天早上再跟其他的策划也再对一对，然后告诉我的答案，好吧？所以说你以后别要别人再跟你讲什么进化能躲这个躲这躲那，把进化吹得个神乎其神，你就不用信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？等一手点塔，来干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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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二技能能躲，是的，二技能是可以躲的，但进化躲不了。嗯，好，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我直接跳他脸上，是吧？一手三角三角拉扯，三角接二技能拉扯，是吧？回拉二技能，这边二技能一技能，是吧？三角三角，看到没？是吧？在没有在后，这边看到这个人，我直接二技能，是吧？第一波不放大，第二波放大，二一技能拉开，他不会有一大吧？他没大，是吧？他有大，我也没有那么怕。这的确粘人能力是被重砍了一波啊，感觉粘不住他们。因为原来是减 90% 的速度，现在是只减 50% 了，好吧，去上了。嗯，暗死了呀，这张良玩的挺好的。好，这边看啊，开启大招，是吧？好，这一波没有跳到，太远了。他开船过来，我们直接一二技能。好，二技能拉开，二技能是吧？三角再往上跳，哇！哎呀，他怎么弹我一下？我舍不得用进化，我的。哎，我觉得挺奇怪的，他不是只削了二技能这个被动减速效果吗？我怎么感觉现在我吹的跟纸一样啊？减少50%的移速，啊，谢月下无限仙，谢你，尴尬。这波组团进化舍不得交，我的，嗯，5300，嗯，好脆啊我，嗯，沉着冷静，这把依旧是我 C， 开起来八戒。我在，嗯，哟，跳棍，你还有这一手猴，我是没看出来的呀，到脸上了，哇，这边应该可以打起来。嗯，推塔推塔，堵死了！是不是？我在这个人群之中，我不停地怼着那个墙，是吧？看到没？
我怼着那个墙的顶啊！谢谢楚河，感谢楚大的藏宝图十连击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六六六，楚大大气，谢谢谢谢。你能看到那个细节吧？我们怼着墙在不停的二技能，是吧？感谢楚河的藏宝图十连击，谢谢谢谢。客气了客气了。你要对着那个墙不停的丢二技能，他也是可以打快速打到人的，而且他没有那个位移距离，然后感觉跳二技能贼快，好吧，那当时这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，这一把就打完了。谢谢楚河，谢谢谢谢，感谢，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。不请个假过生日去吗？我的直播四五年了，这每一波都是在直播间照常直播呀，我春节也直播呀，怎么会请一天假去过生日呢？兄弟们，你一看这是新来的吧你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转发，拜拜。